继续上一节课，那么我们继续来完善我们这个导出插件。那么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说到导出这个顶点数据，那么有些事情呢没有给它交代清楚，那么现在呢给它交代一下。首先，这个循环呢是得到所有面的个数，那么一个面呢有三个点，那么这个循环呢就遍历所有的面，那么这所有的面就是。这个面当前面下的三个点啊，遍历所有的点，遍历当前面下的所有的顶点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得到这个顶点数据、位置数据。那么在这个面的里面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呢有各种索引，这个是顶点的索引、纹理的索引、法线的索引、颜色的索引、亮度索引，这个 illusion 应该是亮度啊。阿尔法索引，还有一个平滑组，还有材质 ID、标记、match face index 边的可见性啊，索引号也是。而我们主要用的呢，会用的这三个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呢，看你的需求，你想导出哪些就导出哪些。根据这个索引号，我们得到这个索引号，根据索引号来得到这个点数据。同样，根据这个 normal 下的索引。值得到它的法线，同理得到它的纹理坐标。那么得到之后呢，我们一样的要保存起来，像我们在做这个 OBJ 文件这个转化的一样，做优化的时候，我们先把所有的顶点保存下来之后，进行一个遍历，重新生成顶点，而不是用这个里面的顶点。因为这个顶点，我们看到了它的每一组顶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统一。为了 OpenGL 绘制的时候更加方便、更加高效，我们应该把索引数据给它统一掉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涉及到我们首先把需要导出的顶点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。当我们这个要加的数据，也就新的顶点数据，在数组里的时候，直接就不需要再加了。如果不在，就加入，产生新的索引值。那么我们就在这儿声明一个索引。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所有的顶点数据，而不是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写啊，声明一个结构体。叫 max vertex float，那我们也用 point 吧，point 三 pos point 三 normal point 二 uv，建立一个数组。Array vertex，然后 我们呢把数据加到这样一个数组里面，我们把这个放到头文件里来。增加一个函数叫什么呢？void it vertex。那么加的时候，我们就跟在这个里面做法一样，干什么呢？判断它是否在我们这里面已经存在了。同样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成员变量。这个呢，我们就用它，只不过这里面有些变化。这个就是 pose，这个呢是 normal，
SUV。好，这样。我们这里呢，并不是把它写出来，而是把它加到我们数组里说。说 if 先获取的这个值 int index 等于叫。add 或 text，这个呢，我们也声明个变量。同样，这个呢也是一样。三组加进来，加进来以后，如果这个值等于不等于负一，或者我们判断等于负一吧，就干什么呢？Push back，同时我们这个索引值就等于点 size，然后我们一样的也要声明一个索引。保存我们的所有的索引。那么在这里，第一次循环，我们在这儿声明一个 face 对象，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 face 对象啊，叫 indexes，这样吧。它呢等于谁呢？点儿，实际上我们这样吧，因为它需要三个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这里呢，用一个数组吧。这样的话更好点，更符合，更容易编码，应该说。下面的 p 等于这个索引。那么当这三次循环完以后，把这个索引。push back 到我的数组里来，那么这样就把顶点数据跟索引数据都计算出来了。那到这儿我们就干什么呢？将我们的数据写到文件里去。一样，我要增加一个函数 void。
to fail.已经打开文件了，当然也可以在这里面打开，给文件名称吧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在这里做，给我们一个文件名称，这里就不需要再打开了，而是放到这个里面。这个呢，就给定了这个文件名称，然后。F close。要把我们的数据写到文件当中。那么实际上我们写的就是什么数据呢？顶点和索引格式呢？很多种，那么我们建议呢，大家用什么呢？用这个 XM 格式。这个呢，第一个查看也方便，第二个读取也有现成的工具，用起来呢就特别的容易。那么在生成这个 XM 文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用什么呢？那么当然这个需要大家需要对这个 XM 有一定的了解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写，比如说。XM 首先呢有个根节点，那么我们就写入 sprint fprint 写入根节点。首先呢是 fail 这个文件，接下来是我们要写入的内容，一个根，然后呢一个换行。这个呢有两个，有开始就得有结束。结束的话就加个斜杠，表示一个节点。在我们写入什么呢？写入我们的面或者叫顶点数据，vertex，同样。这是写顶点数据，写完顶点数据之后还要写什么呢？写面的数据。那么这个，在这个中间我们就 for 循环，将我们的所有的点写进去。这个叫什么呢？顶点就叫 V 吧，等于我们写入的这个值呢，顶点数据叫 data 或者叫 A。这个顶点的数据我们用属性写的话叫 P 吧，等于双引号。那么注意这个双引号在这里需要转义啊。中间的话就是我们的数据，百分之 F，百分之 F，百分之 F，这是三个位置，三个法线，两个 UV。因为这个比较多，我们呢换个行，
那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法线。接下来是 UV，注意这里面加一个斜杠，表示这个写完，同时呢加个杠 n。当然，我们这里可以加上我们到底有多少个顶点，加一个 size 吧，count 等于反斜杠转义中间加一个%d，这个大小呢就是它，注意这里面呢也要加一个换行。好了，顶点写完，我们开始写谁呢？写我们的面的信息，面一样，循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index 或者 face，零点 p 零，注意这里要做一个转化。这个是 f。那么面呢，我们也给它写一个大小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看，to view，这里呢要给个名称，C 盘下 t 点。XM，点一，点错了，我们把这个插件删掉，否则多了就啊。那有些错误。face 哪里有呢？那么就大写吧。有可能会跟我们 3DMax 里的 face 冲突。还要包含我们 str 东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把它启动起来。有了，找到我们的 Max 安装。启动。
这里没有打断点，那么我们直接看一下结果。这个值不对，全是零，而顶点没有导出来，我们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，要跟踪一下。啊，这里面没有把，这里加了的，看一看啊，pose normal，我们看看是不是这里出错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面。少返回一个负一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要返回负一。我们直接到这里来看一下，这里面有24个点，所以这个怎么是乱码？我们先不管它，走完。OK，到 C 盘。看看，啊，这个 root 写重了，这个文件没有删掉啊，这是上一次的结果。这样，我们24个点，face 12个，从零到23最大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顶点数据给它导出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儿。